地眼，看镜头。这里，看这里。你跟我现在都是加拿大人，你一出来就加拿大人。我那个我要变成加拿大人的时候，我要看一下那个会不会唱国歌的。你会唱国歌吗？啊？你知道加拿大首都是哪里吗？第一任总理叫什么？你说我以后会知道的，好。知道吗？我以后会知道。现在的总理是谁呀？他在看镜头。哎呦！他在看镜头，他应该在想这什么东西对着他呀？对呀。好。国歌是什么呀？你会唱哦。不会唱的话，不给加拿大护照了。看你爹，什么心理呀？啊？哎呀，困了。好了。搞定了。